想睡呀、啊，陈姐姐。今天又不是要看日出，为什么要起得这么早嘛？小皮，因为呢，我们今天的所在地是在台湾中部的苗栗县。苗栗原来有个名字叫做猫里，是原住民开雅族的语言，意思是说这里是个美丽的地方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趁着清早出来走一走啊。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。对，还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呢。你看，四周都是绿油油的稻田，还有古早的三合院建筑和青葱翠绿树木，不正是符合了唐朝诗人孟浩然所写的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的情景吗？嗯，乡村的清晨确实是很优美。陈姐姐，你刚刚说的唐诗我不是很懂哎，但是却让我想起一首儿歌哦。哦，那我们就一边走一边唱吧。我爱乡村，乡村风景好，山上有丛林，地上长青草，鱼儿水中游，鸟儿树上叫。我爱乡村，乡村风景好。哎，陈姐姐，唱了半天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又来体验农村生活啊？你只答对了一半。一半？那另一半是什么？等一下再告诉你。哎，小皮，我先考你个问题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喝的牛奶是从哪里来的？买来的。我是问你它的来源。哈哈，简单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那牛奶当然是来自牛的身上咯。对啦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去拜访牛奶的故乡洛农村。耶，好棒哦，你去接牛奶喝咯。到洛农场的沿途有许多排列很整齐的树，哎，被农场主人刻意的记忆下，形成了一条美丽的绿色隧道呢。这也表示我们接近农场咯。哇，好大一片绿地哦。一望无际的草原和自然的牧野风光，就是洛农场的特色啊。哎，这里就是牛奶的故乡啊。怎么没有看见牛呢？不是没有牛，是你还没有看见啊。除了牛，草原上还有许多可爱的动物哦。那我们去找一找吧。这不是牛背鹿吗？没错，通常牛背鹿都会在牛群附近出现呢。嗨，乳牛你好，谢谢你给我们牛奶喝。弄错了，我不可能给你牛奶喝，因为我是公牛。哦，那呢？因为啊，这座农场是采用圈养的方式，也就是把它们养在栅栏里头。而在草原上悠哉悠哉的是不能泌乳、只供人观赏的公乳牛。那乳牛到哪里去了嘞？因为乳牛很怕干扰啊，所以养在另一面的栅栏里。我好想去看看他们呢。好啊，那我们请农场的负责人施叔叔带我们去。他们就是母的乳牛，也叫泌乳牛，是洛农村的主角。一般来说呢，乳牛在生产后的300天之内都会分泌乳汁哦。哦，原来你们才是制造牛奶的大功臣呐！谢谢你们。不要客气，我们生产的鲜奶啊，含有丰富的脑蛋白、矿物质、弱蛋白、脂肪、乳糖和水分，营养又好喝，可以帮助小朋友长高长壮，而且变聪明，所以大家要多喝牛奶哦。哎，这里有些小牛体型比较小，他们是不是乳牛妈妈的宝宝呢？对呀，这些都是母的小乳牛，洛农对它们有个可爱的名称，叫小乳牛。等到将来长大了，就要继承妈妈的工作，继续提供人类新鲜的牛奶哦。它们真是人类伟大的朋友呢。但是，为什么要把小乳牛和母牛分开呢？把它们分开，主要是不让体型大的母牛抢了小牛的食物啊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熊姐姐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耶。我看每一只乳牛都长得一个样子，这农民怎么分辨谁是谁呀、啊？那还不简单，你看，每头乳牛身上都有记号，多农们就借着这些记号来辨认它们。此外呢，做农还有一套辨识牛只好坏的方法哦。我们请师叔叔告诉我们，如何从牛的外形上分辨牛的优劣。那我手上这头牛呢，是一个标准型的一个牛。标准型牛里面呢，这个体格要非常的强壮，长得非常的清秀，但是它还要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肚子，才能够出很多的槽。那么出很多的槽呢，它才能够产比较多的牛奶。你看，还有哦，这个乳房呢要很强壮哦，啊强壮呢，那么才能够充分的泌上很多的牛奶哦。那么一头牛呢，它一天可以生产20公斤的牛奶呢，所以呢，它也有4个奶头。你看，有4个奶头呢。好，小朋友，那么你看，这个牛呢是非常美丽的一头牛，你看不是吗？此外，牛鼻头不长毛的地方叫做鼻涕，鼻涕通常是湿润的，你别以为它感冒了。其实啊，这样才表示健康呢。陈姐姐，你看，鼻镜上还有纹路哎。牛鼻镜上的纹路就跟我们人类的齿纹一样，每只都不同。所以啊，有些落农就会把每头牛的鼻纹印下来，哪只顽皮牛闯祸，就可以借此逮到真凶喽。牛奶出在牛身上，我们趁现在跟他们要一杯新鲜牛奶喝吧。不行，现在不是挤牛奶的时间呐、啊！啊，挤奶还有一定的时间呢。对呀、啊，大约在每天下午的4:30到6:00之间。所以想喝新鲜的牛奶，下午再来吧。嗯，好吧。牧场上还有其他的动物在等着我们呢。陈姐姐，那里有只蝴蝶耶。农场里除了牛、羊、马之外，还有美丽的蝴蝶哦。而且农场主人还特别为他们盖了一座温室，室内编织蝴蝶喜爱吃的蜜源植物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还没找到蝴蝶，已经看到一片紫色的花海。这是一般蝴蝶都喜欢的金木花，蜜源植物的一种。明明是紫色的花嘛，为什么叫金木花？你看它金黄色的果实，像不像金色的小露珠呢？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。温室里果然绿意盎然，这里栽种的全是蜜源植物，除了金木花，还有大白斑蝶喜欢的爬针藤，看各种凤蝶都喜欢的马玉丹、马玉金，看其他许多蜜源植物，可以说是一座蝴蝶的天堂哦。那蝴蝶在哪里呢？我来找一找啊。这里躲了一只外号大笨蝶的大白斑。台湾原本有蝴蝶王国之称，却由于人类的让步以及生活环境被破坏，许多蝴蝶正在逐渐的消失当中了。但是啊，这里的农场主人对生态的保育很有心哦。所以盖了这么一个蝴蝶园哦。对，希望大家都能为生态保育尽份心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。好。番薯田呢？我们来望望看有没有番薯来碰碰哟。你的希望肯定要落空啦。迷你还没有番薯，倒是番薯的叶子鲜嫩清脆，很好吃哦。哦，番薯叶能吃啊？当然能吃了。
薯叶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可以清炒，可以凉拌，还能煮汤哦。不信的话，小朋友们可以请妈妈下回到菜市场时买一些甘薯叶回家煮，保证美味可口哦。那陈姐姐，你多摘一些，摘久一点哦。嘿嘿嘿，你们看，我找到一种更好吃的东西了。小陈姐姐不在，我多吃一些。好甜，好好吃哦。小平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少来，你在偷吃什么？嘿，被你抓到了，我在吃桑葚呢。啊？哪个桑葚啊？在树上拔的咯。哦，难怪你不去跟我摘甘薯叶，原来你坐在桑树上偷吃桑葚呐。好嘛，那我把鲜红的桑葚让给你吃，我吃那些紫紫黑黑丑八怪的好了。你呀，少骗人啦！谁不知道紫色的桑葚比较甜，红色的比较酸呐？陈姐姐，你好聪明哦！哪像你鬼灵精怪的。不过小皮，你这样拔了就吃，不怕有农药啊？农药？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完蛋了，我就要完了呢。别紧张，这会儿啊你走运啦。这座落农场向来不喷洒农药，也不使用化学肥料，一草一木都尽量保持自然原貌，没有肥料也能长这么好啊。不用化学肥料可以改用天然的有机肥呀。什么是天然的有机肥呀？这里不是养了许多牛、马、羊和鸡吗？它们的排泄物和树叶以及木屑，经过了自然发酵的过程，又变成了自然的有机肥。利用这种天然物来施肥，不但不会造成环境的公害，而且没有农药的负担，又环保又健康哦。啊，不喷农药，那病虫害怎么办呢？放心，这里的害虫有天敌哟。由于环境健康无污染，所以聚集很多蜻蜓。蜻蜓号称文明的杀手，它们替代了农药的任务。所以当病虫要侵害植物的时候，蜻蜓啊就吃掉它们，而形成了一条食物链。啊，食物链？孩子不懂哎。你们不是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叫做棒打老虎鸡吃虫吗？老虎吃鸡，鸡吃虫，这就是食物链啦。哦，我懂了，就好像我们喝牛奶，牛吃草，这也算是一条食物链咯。对，这就是大自然均衡的法则，农场采用自然均衡之道，所以啊我们才能享受这健康自然的环境和食物啊。耶、yeah, 表示吃桑葚吃了没事。你呀、啊、就算没有喷农药，好歹你也洗洗再吃吧。嘿嘿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洗桑葚。洗刷刷呀，洗刷刷，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小朋友，你们可不要像我一样在野外乱拔乱吃，一定要经过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的指导才可以哦。洗好了。陈姐姐，你吃吃看，是不是很甜？真的很甜呢。小皮，看来你有好吃的桑葚，就忘了新鲜的牛奶啦。谁说的？我才没忘呢。是不是挤牛奶的时间到了？也差不多咯，所以我们得赶快过去看看了。
快到挤奶时间之前，还要再喂乳牛们吃一些营养的食物，有青草和五谷杂粮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喂牛方式也已经由机器灌作业化了。小迪，吃叔叔不是告诉我们吗？硕大的乳牛同时也是大胃王呢，平均每一头牛一天要吃下40公斤的食物，才能产出14到20公斤的牛奶。哇，真是不容易哎！牛妈妈们加油喽，吃完了还要开工呢。陈姐姐，挤牛奶的时间到了。每到了挤奶的时间，牧场的挤乳室就开始放音乐了，乳牛们也一只接一只的排着整齐的队伍依序走到挤乳室。首先，牛在挤乳室排成两排，由工作人员进行乳房以及乳头的清洗。清洗过后呢，先挤掉一些昨天留下的旧乳汁。然后再套上刺的吸乳器。套好以后呢，就开始进行梳理的工作了。同时，为了挤奶的顺畅，工作人员还不时地用手辅助按摩。刚挤出来的生乳要经过超高温灭菌机的加热杀菌，再冷却搅拌均匀，新鲜的牛奶就这样产生喽。挤完奶的乳牛还是乖乖地回牛舍里。对呀，他们可是训练有素哦。哎，对了，熊姐姐，为什么挤奶的时候要放音乐呢？这不是像人家说的对牛弹琴吗？有人说，对牛放音乐可以增加牛奶的产量，而农场的主人告诉我们，在挤奶的时候放音乐，久而久之，牛习惯了，一听到音乐就知道该挤奶喽。哦，这么说，对牛弹琴还是有用的，嘿嘿。这就是新鲜的牛奶。闻起来好香哦，喝喝看味道怎么样？哇，好好喝哦！你不要喝光光嘛，我也要喝。可以，你能把这次的重点说出来，就给你喝。我们今天一大早看了苗栗乡间美丽的景色。有古色古香典型的客家山和月，还有被绿油油稻田所包围的乡村聚落，然后再到很多养牛人家聚集的中部落农村，更欣赏了一大片草原，让人看了都舒服的牧野风光，然后再到蝴蝶温室。这里遍植了各种蜜源植物，是蝴蝶的快乐天堂呢。农场里的昆虫除了蝴蝶，还有许多蜻蜓，这群蜻蜓可是保护农场林木的小天使哦。它们帮忙消灭害虫，农场内不使化学农药，也不会发生病虫害哦。而且不用化学肥料，改用天然的有机肥，使整座农场呈现自然健康的景观哦。
好香好浓的味道，好好喝哦。嗯，小皮，那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食品是用牛奶做成的呢？又要动脑筋啊。我想一想啊，用牛奶做成的食品，太多了，一下子想不起来。陈姐姐，你告诉我们嘛。好。日常生活中用牛奶做成的食品的确很多，例如小朋友最喜欢吃的冰淇淋、鲜奶酪、优酪乳、起司、奶油、布丁、饼干和牛奶糖、巧克力等等，每一种都是美味的食品哦。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喝鲜奶，今天带大家认识酪农业，了解牛奶是怎么来的，希望以后大家要多喝鲜奶，并且珍惜它们，好不好啊？当然好了，牛奶这么好喝，怎么可以浪费呢？好啦，夕阳已经西斜了，我们将踏着夕阳的余晖走上回家的路哦。在这边也要跟小朋友说再见了，下个星期别忘了继续观赏儿童天地，再见。